我解释完，是偶遇还是个十世缘，还是今世情，今生再见面，要言纵未了的一段情渐浓，为何一朝缘，恨啊恨，还誓死眷恋，缘分去与来，不因你意愿，旧情已就变千种怨，人能遇上总是有缘。像源头人生方圆，用片段缝合便自转，谁又牵了谁，都不要忘乱，看缘分为你有份无缘暗凄凉，生活在这个半真半假的世界里面，究竟哪一个欠哪一个？人能遇上总是有缘，每次留下回忆片段，或似是快清转，或面相选，随着源头人生方圆，用片段缝合便自转，谁又欠